老板，今年怎么又调休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又调休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放不起别放呗。就是放不起别放呗。本身就是劳动节，没让你们劳动已经不错了。呼，劳动节就是让去劳动的节是吗？那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过节吗？那不然呢？那植树节你怎么不去当大树？就是，怎么不去当大树？愚人节你怎么不去当愚人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不去当翘嘴？儿童节你怎么不去当儿童？是啊，你怎么？不，文远，他有些地方还是比较像儿童的。回头有机会，你跟他去当澡堂的就知道了。夏侯元让你说什么呢？你在澡堂子是不是喜欢玩水，跟个小孩子似的？你以为呢？我以为。那你们说劳动节是怎么个事儿？劳动节是为了纪念劳动者取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创立的。那你们取得八小时工作制了吗？当然没有，一直996的好不好？那不就得了，你们都没取得，过什么劳动节？给你们调休已经是福报了，知道吗？那我宁愿不调休。宁愿不调休？从两个双休里借两天，加上原本就有的双休，其实就放了一天。就这样，从两个双休。不是文远，你双休啊。孟德，为什么我一直都是单休？元让，你单休是合理的。哪儿合理了？你看啊，你只有一个眼睛，所以我布置的工作你只能接触到一半，工作的时候肯定也只能完成一半，所以你休一半也合理，对吧？对个屁，我这眼睛是不是因公殉职的？你没给工伤就算了，还因为这给我单休。你这眼睛明明是你自己嘴馋当瓜子给嗑了，当时我还想呢，好家伙，这孩子是真饿了呀。这就完了，回来我也检讨了呀，饼还是画小了，没让你吃饱，后边是不是越画越大？你是真逆天。还有，你是单休，那么就不存在跟俩双休借一天的情况，然后那个双休你也多了一天，最后满打满算你是不是还欠了公司一天假？休息日加班算三倍工资，你这欠公司一天，我也不管你要三倍了，就算你旷工一天吧。啊，那我平时加班怎么也没借三倍？那不是你自愿加的吗？但你休息不是我愿意的呀，所以你得给我三倍不是吗？你要逼脸吗？别瞎说，这两样都属于人体器官，贩卖人体器官是违法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还知道遵纪守法呢？那劳动法你怎么不遵守？我又不是劳动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什么玩意儿？劳动法，劳动法，顾名思义，让劳动者干活的办法。好好好，这么玩是吧？那我干不下去了。你不愿意干，有的是人愿意干。别以为公司离了你就不赚了。行，那我先把年假休了。不行，你休年假了，公司那么多工作怎么办？不是，你不刚说公司离了谁都一样吗？这会儿又不赚了是吗？你搁这公转自转呢？啊，公转自转我知道，力宏的歌。